8月4日，24岁的狮舞艺人胡龙颖和堂弟胡金山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市参加当地举办的第14届云顶世界狮王争霸战。他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35支狮队同台竞技，抢夺狮王称号。胡龙颖和胡金山是广西梧州市藤县人，他们自幼受家中长辈熏陶，十分喜欢狮舞文化。参加第14届云顶世界狮王争霸战，对他们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那这一次也是我跟我搭档第一次上这么大的赛场，他这个比赛可以说是好像是舞狮界的世界杯，那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不小的压力，但是一拿起狮子我就不紧张，我就是一头雄狮，其他我就不管，我就要做好我自己的东西。狮舞是一种传统的亚洲民间表演艺术，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均有狮舞习俗。广西藤县狮舞以高桩狮舞的高难度动作、独桩斜腰转体450度等绝技名扬世界，享有世界狮王之美誉。2011年，藤县狮舞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龙颖介绍，要想在台上表演出漂亮的动作，只能靠日复一日枯燥的练习。学狮舞最难的是坚持，最辛苦的是体能训练。他从16岁开始学习狮舞，除重要节假日休息外，几乎每天都要进行6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寒来暑往，从未间断。这些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未曾想过放弃。从来没有想过不做，但是会有想过偷懒。比如说我练一个难度或者是练一个形态，我怎么都做不好，哎呀好心累，我不如摆着放一下先，就摆烂。但是睡醒第二天还是依然去闯去拼。据了解，藤县狮舞多次走进新加坡、文莱、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并在中国与东盟各国联手举办的专业狮舞比赛中频频获奖。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许多年轻人对传统艺术形式失去兴趣，选择从事其他行业，导致藤县狮舞的传承人才流失。藤县龙狮运动协会副会长邓冰光介绍，为解决这些问题，当地官方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参加国际比赛、提供资金支持、设立奖学金和培训项目等，吸引年轻人加入到藤县狮舞的传承中来。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就有我们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必定有舞龙舞狮的存在。我们现在是龙狮传承与发展，是我们现在有龙狮扎座舞狮进校园、狮舞赛事、狮舞展演，做快让更多人知道醒狮它的魅力、它的精彩之处。邓冰光说，起源于中国的狮舞运动如今在东盟国家很受欢迎，希望中国传统的狮舞技艺借助新技术、新媒体等手段圈粉更多东盟民众。